这里就是不周山，应该是这里。相传此地有神兽贤竹之龙守护，它能照亮整个西北大荒。我们此行只是要寻找进入鬼界的方法，最好不要冒犯于它。嗯，那种活了千万年的神兽，就算我们想打也打不赢吧。Thank you.
汝等凡人为何会来到不周山？此处乃是幽冥之国的属地，速速退去。我们是来找进入鬼界的法子，你又是谁？在哪里？沙砾的存在，你们真的清楚鬼界是什么地方吗？神龙，是龙哎，真的是龙！我不知道鬼界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为了找一个朋友，我们一定要去鬼界。天河，不可无礼。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弟子，专司修仙问道，如今因有要事特来寻找鬼界入口，绝非有意冒犯。昆仑琼华派，凡人妄想修仙乃是可笑，千秋万代之间随心愿者又有几人？吾乖乖生老病死。我们来这里只想知道进入鬼界的办法，和修不修仙没关系。哦，如此言语派，有意思。凡人，回答本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天河，他叫韩灵沙，他叫慕容紫英。救了你。名字全报出来。本尊不讨厌胆大的凡人，但讨厌说大话的凡人。你们有胆量就走上盘龙镇住试试，可能再也没有命走出不周山了。上面就有去鬼界的入口吗？凡人，你们能不能去鬼界由本尊决定。好，说话要算数，你等着。灵沙，你怎么了？你那样看我，还问我？我都快被你吓死了，知不知道？爹说过，男子汉立誓无所畏惧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那是龙啊！你这野人居然还敢用那种语气跟神龙说话，我真怕神龙一生气就直接把你撕碎了。撕碎？我没觉得有杀气啊。谁管你什么杀气不杀气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灵沙，算了，如今亦是祸福难料，不如先往上走，静观其变。我知道，当然也只能这样了，可我就是气不过嘛。好久没见灵沙这样有精神的生气了，也不错，呵呵，看样子掌握给的石头真的挺有用。他也是担心你啊。